大家好，咁啊，又到咗你个非遗武术，由你讲嘅时间啦。李师傅你好，好，陆会长你好。OK， 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又要收，即系再解答啲问题啦。系，因为我哋个全程影片咧就都出咗一段时间咧，即系都比较，即系差唔多都好多啊。朋友佢都有问题，咁啲问题咧，我发觉佢而家问题咧就系，而唔系净系关注我哋嗰个全程影片喎，系，仲关注电子书喎。我哋咁樣電子宣出咗咯喎，咁所以有個朋友咧，佢特登問咗個問題嘅。咁啊，呢題問題係咁嘅，佢話睇過網上嘅電子書啦，內容都豐富嘅，其中介紹咗好多唔同嘅兵器。如果有短片示範咧，就更加好啦。佢話你哋會唔會考慮拍攝啊，師傅？其實如果係我哋試過曾經同一本雜誌做過一個介紹劈掛單刀咧，我哋都喺嗰個書本裏邊咧有一個二維碼咧，係可以入到去睇我哋將成套刀法演示嘅，咁呢個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好嘅，因為當嗰個雜誌反應好，如果你係將來我哋工作係能夠安排喺度咧，我都覺得樂意去拍一啲唔同兵器嘅示範啊，俾同學分，俾啲朋友分享下嘅。係，咁我諗佢睇片咧，佢可能第二個意思會唔會有冇啲咁嘅班學嘅咧？兵器班學嘅咧，師傅。其實我哋喺呢個柴灣區都有個恆常班嘅，只不過而家疫情咧就未係咁舒緩啦，咁啊暫時停咗。咁嗰個班裏邊咧，其實都除咗拳術裏邊咧，都有唔同嘅刀槍劍棍咧係可以教授嘅。OK， 咁如果我哋譬如話我哋嘅嚟緊嗰啲工作坊咧，會唔會又加啲少少內容咁？即係我哋就係拳術嘅，咁啊會唔會有啲或者喺我哋個工作坊裏面加咗少少嘅內容有關啲兵器嘅咧？其實我哋都考慮過，因為我哋之前做過啲工作坊啊，或者朋友睇過之後俾咗少少意見我哋咧。咁我哋都考慮，如果個場地容許啊，譬如樓底夠高啊，空間夠大咧，我哋都希望帶啲唔同形式嘅兵器，譬如我哋揀便箭帶啲棍啊，帶啲刀劍啊，去做少少示範啊，或者咧講一啲兵器需要知道嘅常識啊，要點俾大家分享下嘅。都有考慮嘅，係咁呢個可能喺個成個工作坊就個內容更加豐富啲。冇錯冇錯，因為我哋都希望將大聖國劈掛門咧，其實嗰個拳術啦同埋器械都有啲器械可能就一個簡單嘅介紹啦。咁如果即係如果啲朋友好有興趣嘅話咧，我哋都可以考慮下嘅，即係嗰某啲兵器嗰啲班種咧，或者到時如果得嘅可以，即係睇人數喎，師傅係咪？當然係啦，因為如果你話人太多，我需要合適嘅場地，咁你都要租到合適場地先得㗎。冇錯，咁呢位朋友咧，希望就密切留意啦。我亦都樂意嘅。OK， 好。咁我第三題啦。咁佢話咧，聽朋友第二題啊，呢個嚇，佢話佢有個問題，佢同朋友練習攻防對策嘅時候咧，佢只係喜歡練攻就唔練防，咁每次咧要我提醒佢咧，佢先至隨意咁練一練下呢個防守。啊，咁佢問啦。咁點樣可以說服佢兩邊都學下嘅？即係唔好成日其實學攻又唔學防咁樣，有冇咁樣嘅辦法咧，師傅？其實咧冇可能嘅，一定要兩樣都兼顧。譬如我哋國術界成日講，我哋殺敵一萬，你自損三千。你唔能夠就永遠都係你得益，你要採取主動進攻，因為人哋都會反攻噶嘛。咁其實變咗咧，其實攻防咧都要一個平衡，甚至乎咧你要考慮就話，我呢個進攻裏邊咧，其實我都留咗少少位置咧，係準備防備嘅。甚至乎我防備之中我係雖然係防備，表面上咧我好似一個敗勢咁樣，其實我都要敗中求勝嘅，即係我喺呢個閃避嘅方向，或者我個防守嘅動作裏邊咧，我都係留意緊或者揾緊一啲罅隙，要出一個奇招咧制勝先係嘅。如果你話純粹只係進攻唔練防守咧，呢個係一個唔科學嘅做法。嗱，我咁會唔會理解呢個朋友佢遇到佢個朋友嘅問題咩咧？可能呢、這個佢個對方嘅朋友可能就係攻好威風。即係我就係話攻啊攻咁樣，即係佢可能都唔係真係對呢個練習呢個攻防有個好全面嘅認識嘅喎。呢啲可能都係，可能呢位朋友都係年輕啲嘅朋友啦。即係你做踢足球啫嘛，冇理由淨係進攻噶，唔通你唔翻後咯？人哋進攻時你都翻後去防守噶嘛。所以其實咧，攻同防咧係相對嘅，有攻就有防，有防咧
你就可以有機會反攻。係啦，其實你先係防咗自己唔好俾人打低，咁你先有機會攻人嚟噶嘛。即係其實呢個都係要大家，即係呢位朋友或者勸服佢就話，其實呢個都咁重要。即係好似你所講攻防，你進攻足球冇理由全部都係個進攻，咁你成日空防空曬，慘人。冇可能啊嘛！你攻十球人，你攻咗三球人，你攻四球你都輸。啊，好，咁我哋下一題啦。咁呢題咧就話聽一啲師傅講咧，佢又話一膽二力三功夫。是不是冇膽量的人就不適合練功夫的師傅？嗱，呢個咧就係、是、如果咁講好籠統嘅，一膽二力三功夫咧，佢其實咧就唔係分一個檔次去規定乜嘢，其實呢個整體嚟嘅。你嘅膽量，你點樣個膽量啊？就是、因為你嘅基礎好，你對自己手頭上揸住嘅攻防技術啊，或者你嘅氣力咧，你有相當信心，你先能夠有個膽量出嚟噶嘛。如果你單憑我好大膽，但係我行十級樓梯我都氣喘喎。咁你憑乜嘢去戰勝人先？咁所以一膽二力三功夫咧，首先就係要你一個基礎，譬如我嘅體力、我嘅功夫係足以應付啦。好啦，因為有兩個咁好嘅後盾啊，就令到你有產生個膽量咧，去主動出擊啊，或者主動去點樣制敵啊？呢、這個所以呢個一膽二力三功夫咧，原則上咧係一個整體。可唔可以咁理解就係佢有膽，佢就先至去學。如果佢冇膽，佢就唔學啦。咁啊，又同埋咧，你不斷去同人哋一個係實踐或者落練嘅耐力啊，或者你嘅功夫個水準到一定嘅水平嘅時候咧，你就有膽量去應敵。係啦，因為有支撐啊嘛，即係有我嘅氣力嘅支撐啊嘛。咁啊，好多時都冇理由話即係唔打就認輸噶嘛，可能你有功夫就。所以呢個都唔一定嘅，即係話你膽可以練嘅，即係基本上就係你嗰個鍛鍊嗰自己個腦嘅恆心幾多。好。咁啊，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都同大家再講講咧，就係、是、我哋嘅線下工作坊咧，嚟緊咧係喺8月8日有一場喺呢個新蒲崗，咁另跟住咧就8月29日咧中環中心度有嘅，咁另外就9月19日咧，我哋都有另外一場工作坊，咁希望大家咧就上我哋網站咧睇一睇，喜歡邊一個時間或者邊個時間可以安排咧就報名參加。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拜拜。拜拜。